Hello， 大家好，小鱼。今天呢是我阳了的第七天啊，谁知道有没有阳康啊？但是现在还是这个状态，你们看，咳嗽加鼻子不通气，别的什么症状都没有了啊。虽然说今天是第七天了，但是我已经在路上走三天了啊。第五天的时候，我就现在这个状态，我第七天了还现在这个状态，我就已经在外面走了，因为着急回家嘛。现在呢，我是依然没有出四川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四川省的剑阁县啊。今天呢是准备往西安方向开，今天呢有可能要翻越秦岭。昨天呢有很多朋友跟我说走秦岭那段不让我走国道，说现在秦岭那面可能有雪，而且今天外面的天气也不好啊，可能要下雨，我感觉像要下雨了，所以说大家不建议我走国道。但是啊，我为了省钱，我又打听了一下，我是准备从汉中上高速到西安下高速，然后再继续往前走。我也不知道今天晚上的身体状况允不允许我在车上住，我已经住了很多天的宾馆了，一直是住宾馆。即使我出发了，我也没有敢在车上住啊，因为我怕我的病再复发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一直住的宾馆，我也不知道今天这个状况能不能在车上住，但是呢就是先往前开吧，先开到晚上先看看。我是准备现在从这个位置先到汉中，到了汉中之后呢咱们再上高速，然后往西安方向走，到了西安之后咱们再下高速，然后再往山西方向走，反正路线大概就是这样。咱们现在先出发吧。我现在是上了高速了啊，但是很多朋友告诉我上错高速了，但是没办法，我上的是银昆高速，他们让我上京昆高速，但我上的是银昆高速。然后那个什么我也不知道，导航就这么给我导的，我就上来了。因为从现在开始往西安走的话就是要翻秦岭嘛，走国道的话我就只能上高速走啊。高速路费我刚才查了一下需要200块钱，我的心在滴血呀，200块钱我一箱油啊，我能跑400公里呢。但是没有办法，等咱们到了西安之后，然后再下高速再走。我这是上了高速的第一个服务区，我就停下来了，溜溜二狗，二狗跑远了，在那边那个草里呢。回来，二狗。二狗跟我这些天也是遭了罪了，厕所也没什么正儿八经上过。哎，那跑一跑吧，服务区空空旷旷的。哎，二狗也方便完了，我们准备继续出发了。我不听别人的了，听得我都上火了。真的，刚才有人说你多走了100公里，你多走了怎么样的，整得我都上火了。我不想听他们说了，我现在就按着导航走，管他多走多少呢，已经上来高速了啊，咱们出发出发。哎，开了一天的车，我终于到西安了。刚才停车的时候差点还把行李架给刮了，就刮前面那个地方了，但是我刚才看了没什么大碍啊，因为今天住的这个宾馆不让二狗那个什么，不让二狗入住，所以说只能把二狗放在车里。我哎呀没办法，只能先放这儿了，给二狗先放车上。本来今天没想在西安停，想从剑阁出发到汉中，到汉中上完高速之后呢，到西安下高速，下了高速之后呢直接走啊。结果呢有那个网友朋友们担心我，怕我那个身体还没有彻底好，然后就在西安给我订了个宾馆，告诉我你到西安必须睡一觉，所以说没办法，车就停到了西安啊。这是他这个宾馆下面的停车场，然后那个什么今天晚上在西安再休息一宿，从明天开始我估计我就可以睡车上了，因为今天已经是第七天了，我感觉今天的状态已经好多了。明天那个什么，明天接着出发，明天就不走高速了。今天走高速走了300多公里，过路费花了230多，其实说实话有点心疼啊，有点心疼。然后一会儿咱们上去看看网友朋友们给咱们订的宾馆怎么样，估计是个挺好的宾馆，估计是个挺好的宾馆。咱们去看看，看完房间咱们就可以睡觉了啊，早点睡，明天早点出发。这个就是宾馆房间了，在这儿，这是厕所，这是床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谢谢广大网友朋友们啊，这么关心鱼儿，要不然我估计，
鱼儿可能又飞到回家的路上了啊，房间很好很好，然后那个什么，今天就到这儿了，我要赶紧休息，休息了明天接着往家赶，回家这些天可能是要造的稍微狼狈一些了。